无高手，无迄种迄落刺刺。诶，没有这种。诶，无迄针针。系啊，迄也有迄种针针。就那天去买，买了几件，看了几件，看完之后本来要几号来抽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要买，就没有很想要买的意愿。看完之后就说你不买呀、啊，格子衬衫那种，我说你不买、啊，这小很多年轻人都学生都买，我想说，是还 OK 啦，是可以买，看一下，算了，还是不要买，不要拿钱哈，就这个钱，就他跟我一样的，也是不上，这过年可以穿，你看他喜欢，他想要穿这个棉衣，看这样子，帽子。然后我说还要再买，我说不用了。他说还要再买棉裤，你还要再买棉裤？哎呦，没有，他说一件700多块棉裤，对，棉裤就是穿起来都差不多。